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 妈妈。今天我来看一个 Dairyfarm 的两房。两房呢，这个它的面积是710 square feet， 就是有两个房间和两个卫生间。它的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来，大家来看看。哇，你看这边一进来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。里面是什么呢？这些全部都会做好给你的，这些放碗碟啊，然后这边，哇，这边，哇，这个很漂亮，嗯，然后下面还有什么呢？下面是这个洗衣机加烘干机，这是有给的。再看看这些，哇，这些都是一些储藏的位置。然后这个是 Bosch 的一个 induction cooker， 有给。然后这个它的 cooker hole， 然后 oven 全部都是包在里面的。两个门的冰箱，然后整体都看起来很漂亮。接下来就看看它下面呢，这边就是它的那个吃饭的饭厅，然后这边客厅，这边呢就连接这个阳台。阳台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可以看到这阳台看出去是整片玻璃的那个阳台。这个呢有什么好处呢？就看看，如果万一住在这边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很漂亮。嗯，从这边来看看，接下来就去哪里了？就看看他的房间。嗯，哇，你看这个房间，他放了一个床。这边还可以放一个书桌，空间很好。嗯，然后呢，这边厕所，呢镜子，这边一大片的镜子做好给你了。然后下面也是很多那个储藏的空间。哇，那下面还可以放一些毛巾。嗯，这都不错，而且你看看，这边它也是让你放一些洗澡液啊，这些位置都做好给你了。这个发展商。很细心。嗯，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它的主人房。主人房现在呢，它放着一个 queen bed， 你看呢，放着 queen bed， 这边还有很多位置，你还可以放多一个那个化妆桌子。而且看看它的衣柜，哇，这个衣柜是连接到上面的，就是说你下面放的衣服，你还可以放一些行李箱在上面。旁边呢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哇，就是说你这里可以放一些首饰，然后放一些包包啊，然后你出门之前还可以照照镜子。这个是很细心，这发展真的很细心。然后这个冲凉房呢，一个 rain shower， 哇，做得很漂亮。然后这些也是镜子也是做好的，嗯，所以有兴趣的朋友请记得联系我，我是 Catherine 猫猫，下次见。